吃糖会带来幸福感，还是吃糖多了会变丑？到底该听谁的？吃糖吃多了会变丑哦。啊，吓到了，吓到了，会老，吓到了，会老啊！因为糖吃太多的话，除了我们体型会发福或者变胖之外，哈啊，包括它会说促进机体的老化，我们叫糖基化，啊，还有对，还有一个就是说呢，那些长痘痘的人来我的门诊来看，我跟他说，第一，你是想变漂亮，控制好糖，因为糖会导致体内产生一种微炎症反应。这种炎症不是我们真的是发炎，它只是体内的一种就微炎症反应，而这种炎症反应是会加重痘痘的。是。所以对那些容易长一些痘痘啊，或者说皮肤老化的特别厉害的人，我们会建议呢少吃糖。这点真的很关键。同时教大家一个小秘招，是我们平常在医院里面有很多病人去试过的，长痘痘人群补充复合维生素 B 有效果。因为像这种糖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维生素 B 的话呢，可以促进它的代谢，所以可以更好的去帮助这种炎症反应。